大梁国三皇子季楚，幼时便为南晋质子，遭大梁皇室抛弃，受尽磨难。此生他为复仇而生，弱冠之年便颠覆南晋皇权，喋血而归。大梁从此腥风血雨，他步步为营，策反群臣。 离间皇室，与兄长登基当日起兵篡位，不顾心爱之人生死，屠入朝堂。阿楚，西瑶也是你心爱的女人，你怎么忍心下手？ 为了天下，心爱的女人又如何？我从未想过我们兄弟二人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三弟，希望你能做一位明君。 逻辑的时候，你们有人看吗？他呀就是小胡小疯了，完全不顾人物逻辑了。诅咒就诅咒吧你，简打死也不干。
红也是红。尊敬的作者，您的读者怨气值已经达到上限，请修改小说《云溪谣》结局，复活纪云，扳倒纪楚，否则您将会被剧情反噬。这都什么神神叨叨的？读者怨气值又是个什么无聊的设定？又死机了！等我发了这笔稿费，立马就把这破电脑给换了。哎呦，不行了不行了，怎么突然这么困？明天打死也不熬了。由于您未能完成剧情修改，将为您重启剧情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有人要杀我！不是那个人，你是谁啊？要干嘛？王妃，今日是您的新婚夜呀，夫君位置您不可以掀开盖头。奴婢听说绿王殿下嗜杀不好惹，您可千万要小心谨慎，别再犯了忌讳。新婚夜，绿王殿下。绿王殿下不是我小说里的。
我进了自己的小说云夕阳，还成了嫁给大反派姬主的扶余郡主。哇，青稞，我记得小说里他青稞是当朝皇后的亲侄女，他从扶余国远嫁过来，却被姬主在新婚当夜杀害，扔进池塘做成了失足落水的假象。花青稞身为扶余国郡主，于新婚夜在大梁暴毙，这件事自然会引起两国纷争，这也是姬主唯恐天下不乱故意而为之的原因。但在皇帝的授意下，所有人都默认了花青稞是失足落水，将他低调下葬。那今晚就是我的死期。萧大人，萧大人。绿王殿下马上就到，你们退下吧。姬主已经在来杀我的路上了，我得赶紧逃。这个大反派的秘密通道，姬主他心细如发，不可能发现不了有人渡过刀桥。
如果我顺着密道去别院，一定会被抓个正着。如果我会轻功，能飞到房梁上就好了。居然会轻功，这是什么神仙设定？鞋不在了，肯定知道我还在王府。不行，这鞋不能穿。找一个穿紫色绸缎衣且衣服被剑刺破的女人，穿着一双红鞋子，此女身份不详，看见杀之即可。王殿下有令，找一个穿红鞋子紫衣服的女人，找到后格杀勿论。是。这个记住，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按照之前线索就是圈套来分析，我这线索这么明显，他难道不应该觉得是圈套吗？预备，走，走。天下竟然还有这等好事！什么好事？吃殿下的酒席，还附赠了一场
追逐大戏。来，小红，给咱们绿王殿下打个招呼。继续查呀，我们好不容易回到大梁，开始我们的复仇计划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了意外。他似乎知道了我们的秘密，他甚至知道殿下今晚会动手。我也觉得很奇怪，这个女人她很了解我。其实一点儿不了解基础这个大反派，我当时做人设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她写得这么赶尽杀绝。殿下，别怨一切如常。去把花千哥的奶娘和丫鬟抓起来审问。我真的是太傻了，花千哥才刚嫁到大梁，除了皇后，没有人知道她长什么样。基础在搜捕花千哥的时候，也只能靠衣物。我换个衣服不就行了？根本没必要跑。王妃，吕王派人在到处抓你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是刚刚的医院里的丫鬟，一个都不许放过，全部拿下。这么快？是。哎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来，这边，来这边说。哎，那你们来，来，你先跑。来，快，从这儿，快从这儿翻过去。拿下！是为什么抓我们？那是怎么了？哎，走，放开我！除了这两个人，花千哥可还有其他陪嫁？回殿下，只有这二人。凭他一人不可能逃出去，继续找。是。基础也太可怕了，我要怎么才能逃出去？我想回去。终于停了，雨虽然停了，殿下却始终有些心神不宁。大约我做了一件错事。什么错事？殿下所谓的错事与让我帮的忙有关。你怎么知道？殿下很少晚上来这青崖小筑，今夜冒着大雨前来，
有玉尊降贵，请我帮忙，我自然知道殿下是有难言之隐。我想请你帮我照顾一个人，但他的身份不便言明。姑娘，请走这里。看来我们的客人到了，还是位姑娘。殿下。你是？怎么还渴望和你共赴天荒？